说不定就会变得奸邪无耻。张无忌永远就是张无忌。你要是不信，我也给你发个毒誓。不用，你立下的任何誓言都会因为誓言而改变。芷若，你我心里都有数，赵明他喜欢你，我是怕赵明他会为了你不放过我。凭良心说，在武功和智谋上我都跟他差得太远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心竭力地保护你，我不会让赵敏动你任何一根毫发。倘若有这么一天我死在赵敏手里也就算了，我怕的是你会受他的迷惑，信了他的花言巧语，中了他的圈套，就反过来杀我，到那时我才死不瞑目呢。真是杞人忧天了，在这个世界害过我的人我都没有杀他们，怎么会来杀你呢？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芷若，我这一剑是你刺的，你刺得我越深，我就爱你越深，我这都是真心。一报还一报，你就是一剑刺死我，我也不会后悔的。好了，咱们不要说这个了，如果找到了义父，就叫他给咱们俩成婚，咱们从此行坐不离，白头偕老。只要你喜欢，重话都不会说一句的。但愿你不忘了今天的话。爱妻珠儿英离之目，哼，珠儿就是那个以千珠万毒手伤我的那个丫头。北池妹，师姐，把这座坟给我挖开，啊，挖开。这跟我们没关系，上次是金花婆婆把周芷若带走的，由此推断来过灵蛇岛。哎，芷若，前面有家客店。掌柜的，啊，有没有客房啊？哎，有啊，楼上就有。走。陈友谅，陈友谅来京城绝不寻常，反正已经知道他们住在这儿了。怎么会跟我们家扯上关系的呢？
你是程坤的徒弟？曾明陈友谅叩见王爷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。你师父在信中一再推荐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本王正值用人之际，你能够投效，本王自是十分欢迎了。草民定当尽忠尽力，王爷，这是师父让草民带给王爷的厚礼。汝阳王府的叛徒果然是厚礼，陈友谅，本王将重用于你。谢王爷。林敏，你回来了。我累了。这是我的女儿敏敏吗？是妹妹啊。以她的个性，要是看到你还活着，一定会大发脾气的，甚至闹得天翻地覆。变了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爹，我去。不，你先把苦头陀关进地牢，再安顿一下陈友谅。是，爹。事情都办完了，想不想谈谈？如果你气不过，你尽可以发泄，不要闷坏了身子。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哥哥的事，你被骗了，被戏弄了，被设计了。七王爷的主意是不是？我知道爹不会对我做这么毒的事，所以我不气爹，不气爹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爹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好好休息吧。七王爷，你既然这样对我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哎，爹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妹妹她没有怪我吧？她出奇的冷静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真是这样？是啊。敏敏的反常反而让我担心起来了。爹，我爹，我想见一下苦师父。苦师父，你瞒得我好苦，我这个郡主跟头在你身上可栽得不轻啊。郡主，苦头陀向你致歉。我尊你为师，亏我这么对你，你真是气死我了。苦头陀姓范名尧，乃明教光明幼师，因朝廷赤灭明教，苦头陀才混入汝阳王府，自是有所作为。昔日在王府人人对你礼敬有加，现在成为阶下囚，这是何苦啊？程坤为了举荐陈友谅设计于我，我如果不是不小心中了程坤的道，不会束手就擒。我不要听这些过程。你是明教中人，又是我汝阳王府的叛徒，理当问斩。哼，我范瑶闯荡江湖，早就把脑袋拎在了手上，该怎么办？任由郡主处置。好，这话是你说的，明日午时都市出战。不行，我们不能逾越权限。我不懂，爹。范瑶乃明教中人。